好控制，不好控制，他会一直吃草，就会又会这样子摔，然后都会差点摔下来。事实证明，马也会吃豆腐，哎，吃草啦，走走停。然后爸爸就是很骄傲，女儿身材很好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健康，然后很就是很骄傲，都会分享给他同事说，哎，赶快去买我女儿的写真书。二三 ，Let's go。这赛事大到有点夸张，太害羞，太害羞。通常一个人不可能吃这么大罐的烤肉酱。对啦，那个这赛事太夸张了，你不会拿那么大的刷子。我们怕有广告嫌疑，刷子不可以。刷子，对。那另外一个是贴这边喽。啊，对对对，完美。烤肉酱太大了。好，小贴一下，小贴一下。这张照片吗？就是烤肉，正在烤肉中。一家烤肉，谁烤肉会穿这样？就是因为很热啊，很就是有那个炭火很热，然后就是阿基阿基很热，然后这个就是弄自己在那里弄脏了，对，弄脏了。哎呀，真是讨厌 QQ。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学画画的，所以我只要拿到刷子之后，我也学画，我就会想画画，就不小心刷到在这。他有没有想到这一张反而是在很多的粉丝大家讨论度最高，就这个哇，喂，谁烤肉烤成这样？马告香肠来了，来了。我是外向，厉害厉害。你如果这样子，你要回家烤肉，你也 Q 你短色的一些。怎么会？林香，这个如果是那个有女朋友的，一看到马上这个一刷刷到分手，绝对绝对刷到分手。他难度很高的，还有骑马，然后穿比基尼。哇！这个马力十足，厉害！哇，这个码头这个很漂亮哎，活得值得，活得值得。比基尼都好少见哦。那个马好控制？不好控制，它会一直吃草，就会又会这样子摔，然后都会差点摔下来。事实证明，马也会吃豆腐。哎，吃草啦，走走停，努力在那边。妈妈大力支持他拍。然后爸爸还来买，对啊，因为我从小的时候，我妈就发现我好像身材还不错，然后她就说你不拍这种东西太可惜，对，妈妈都生病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好吧，就试试看，然后爸爸就是很骄傲。女儿身材很好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健康，然后很就是很骄傲，都会分享给他同事说，哎，赶快去买我女儿的写真书。哦，对。问一个题外，好吧？好，请说。会不会担心未来男朋友会有意见？哎呦，跟你交往了以后，突然间，竟然他朋友家里有一本他的好朋友，男性朋友有一本大家都在收藏，可是这就是我之前拍的啊。如果他不能接受，那好像也没有办法，过去就是过去的、啊。接受你就要概括承受这些，对，就是之前，因为他自己有拿到 bonus。对，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就市面上全部扫买下来，很棒哎，对，买断，没有没有，我是想做批发，不是，不是，没有那种啦，再拿去卖，太高兴，太高兴。OK， 你们三位好好研究一下，到底能不能挑战王位？目前这个后座依然是由林莎，林莎穿了一段，他已经挑战赢过两位了。这个有答案的，有答案的。好，告诉我们，到底林香跟林莎之间，你们的选择是什么？三，双林，二输一，林香，怎么样？林香。选择林香，火车坐上法务卫冕者宝座。好，恭喜登场卫冕者宝座。